家在 MCO 期间是不是每天重复做同样的东西呢？不是吃饭就是睡觉，不然就是做工。今天我就来 motivate 大家一起动起来吧，大家只需要用到一张椅子就可以了。我们就开始吧。第一个动作是 push up， 当你做 push up 的时候， make sure 你的手是靠近你的身体而不是往外，还有尽量少用颈项。第二个动作是 tricep dip，主要 focus 在于 tricep 的 muscle 而不是屁股下而已。第三个是 Bulgarian speed squat， 找好你的平衡点，然后慢慢的坐下去，再上回来。现在我们换左脚，也是一样，找到你的平衡点，慢慢的坐下去，上回来。当你做这个时候，尽量不要把你的 knee 超过你的脚趾头，不然你的 knee 很容易受伤哦。接下来我们要做 step up， 右脚踩上去 hold 住 squeeze 你的 glute 再下回来。这个主要是练你们的 quadricep muscle 还有你们的 glute。 现在我们换左脚，左脚踩上去 hold 住下回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crunch in and out， 这个主要是 focus 你们的 abdominal， so that 你们会有六块肌肉。最后一个我们做 mountain climber， 这个也是 focus 你们的 abdominal。 这几个动作是不是很简单呢？赶快把它学起来吧，拜拜。 Thanks for watching. Remember to subscribe and click bell button.